Kiwi TV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韵如，我是一名模特儿，也是一个演员。这次的拍摄其实蛮轻松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很舒适的Ritz-Carlton 饭店里面工作，然后就空间很大，然后还有很好吃的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还蛮顺利，然后还有再回来，然后看到很多自己熟悉的朋友，感觉很棒。那造型方面，这次以秋冬为主嘛，那颜色系就比较偏深色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身穿的这个这是鸭军绿色，对对对，也是我最喜欢颜色其实，对。然后还有靴子啊，皮的啊，都是以这种为主。我个人喜欢的秋冬单品是应该是靴子吧。我喜欢短靴子，而且不要太高的那种皮的，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在比如说雪的地方或者是潮湿的地方穿就很适合。第一次去的国家是澳洲，那时候刚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去那边拍，然后拍的时候是秋天，然后觉得哦，怎么那么冷，可是整个画面都很漂亮，然后就觉得很值得。第一次去的时候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一定是啊，终于可以穿厚一点的衣服，或者是穿靴子啊，戴那个knit hat 之类的，然后觉得啊，不知道去那边要穿什么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去那边就很兴奋，就是可以看到不同颜色的那个树，就是比较偏黄色嘛，然后还有红色，然后就感觉整个城市很有色彩，然后就跟我们在比如说热带国家的那个差异就还蛮大的。再加上还有会一直想喝热巧克力，对对，因为要保温嘛。就不会太冷也不会太热，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秋天的。最近刚拍完一个短片，是跟一个北京公司合作的，然后在首虎也有在播，然后接下来应该会到巴黎拍一个，也是一个 independent film， 就是跟一个很蛮著名的一个 Paris director。那如果真的是已经everything is confirmed， 那我就会跟你们说。OK， 好，谢谢，拜拜。